Hello， 大家好，第三场了啊，咁好似我踩单车咁啊，日头踩到夜晚吓，咁啊点啊，食咗晚饭未啊？我未食，因为咧一阵间约咗全部啲年青人啊，同埋摄影师咧就已经去食宵夜 ，OK 吓，咁咧就到时都拍俾大家睇吓，咁啊有条食街啊，肇庆呢度吓 ，OK。咁啊好啦，嗱咁啊今日咧最後呢場咧就係我哋萬達廣場係咪 ？OK， 咁啊首先講少少嘢先啦。咁啊其實咧一直以來投資咧，咁啊其實我教大家一個名詞嘅，其實個個都成日講，即叫選擇啊。OK， 因為好多留言有時話，喂博士，恒大呢排咁多盤大劈價，我話你都唔係拍曬嘅，你拍咁少啊，人哋嗰啲中介嗰度你乜嘢恒大盤都有拍，而且有好多亦都見到賣得好虛冚添。咁啊做乜博士你唔介紹啊咁？咁大家都明㗎啦 ，OK， 咁其實坦白講，即係有啲發展商有時佢哋好多個盤咧，就唔係個個盤一樣嚇，佢哋好多都係獨立計算嚇，同埋每個盤嘅情況唔同嚇。咁當然啦，恒大呢排個情況，大家喺網上面成日都聽到好多即不利嘅消息啦 ，OK， 咁所以咧，咁我博士嚟講咧，我係會揀幾個咧，我自己覺得安全啊，我又熟佢哋，我又熟悉佢後邊啲老總，我又知佢個財務狀況。我又知道佢個網簽狀況 ，OK 嚇，我知佢賣得好唔好，咁所以變咗我博士係會揀咯 ，OK 嚇。咁啊嗱，大家會問啦，萬達廣場早期嘅博士啲冇咁落力去推介嘅喎嚇，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實係上年年中度開始咧，我就開始推介萬達廣場，計嘅萬達廣場啲商鋪其實賣咧，其實都賣咗年幾嘅 ，OK， 因為佢咁大啊嘛。咁啊早期我又唔係咁多推介，甚至你如果睇翻我第一條片我嚟拍嘅時候咧。我係有介紹到佢啲住宅，我反而佢嘅商鋪我唔係點樣集中有介紹嘅。咁因為萬達咧，全中國咧，佢有幾百個萬達嘅萬達廣場啊。OK， 咁啊，當然啦，大部分都非常之成功，但係亦都唔，我亦都夠膽講句老實説話，亦都唔係話個個都一定話好成功嘅。OK 嚇，有啲都係平平無奇啊。咁同埋咧，我博士咧投資商鋪，其實咧真係我有好豐富嘅經驗。我亦都有失敗嘅經驗嚇，咁啊大家都知啊，我以前有一單叫台山地王廣場嘅事件發生過啦，就係其實台山地王 ，OK 呢件事件咧，唔係個地點錯啊，唔係個位置錯啊，亦都唔係台山呢個地方有問題，亦都唔係啲人嘅消費有問題，係後嚟個發展商嗱，其實台山地王廣場嚇係冇爛尾喎，因為佢所有個鋪咧其實都攞到房產證，大家都收到啲鋪嘅嚇，但係個商場冇營運起嚟。冇營運起嚟咧，大家個場咪變咗死城咯，啊冇租收咯，咁如果大家投資咗落去嚇，咁啊真係一殼眼淚啦嚇，咁呢個咧我真係我受咗好大嘅教訓，咁所以日後咧之後咧，我對於好多啲商鋪啊呢啲嘅盤咧，我就唔似其他啲中介嚇，其他啲中介就乜盤都拍啊，總之有就拍，有就拍，準證啊賣到佢賣嚇，咁我博士咧你睇到我個做法係唔同嘅嚇，第一咧我就要揀嚇，因為咧。即係我已經吸收咗豐富嘅經驗，我發覺原來商鋪咧，你都一定諗咧，佢個營運係好緊要嚇，唔係就咁話賣咗出去就算嚇。咁所以咧就以後我就小心咗好多嚇，因為我發覺譬如地王廣場嘅失敗，最主要失敗就喺營運招商呢度係完全失敗咗嚇，咁引致到咧好多人買咗啲鋪咧嚇就受到損失啦，係咪嚇？咁所以咧吸收咗呢次咁沉重嘅教訓之後咧。咁人就成長咗啦嚇，咁我就變咗以後咧，我好多啲所謂商鋪咧，有好多時啲觀眾打電話或者留言俾我，喂，沈博士，我都投資啲商鋪啊，咁我都會話，喂，你有冇經驗㗎？你喺香港有冇買開鋪㗎？或者你揀嗰啲鋪嗰度附近點樣情況？我都會有好多問題問佢。咁好多時話，喂，如果你唔係好有經驗啊，等等咧，我話，喂，都唔好話立亂去投資商鋪嚇。咁點解今時今日去到嚟呢個萬達廣場？點解我博士又咁極力推介咧？嚇，我去講極力推介嚇，因為咧呢一個萬達廣場咧係同其他嘅萬達廣場好唔同。初初萬達廣場咧都係好簡單啦，即係譬如肇慶本身嘅居住嘅人會嚟啦，啊，亦都係成個肇慶嚟講唯一一個比較大規模嘅商場啦，嚇，咁啊萬達廣場亦都好有經驗啦，嚇，咁啊甚至乎而家嚟緊嘅遊客亦都可能會落嚟啦。咁但係我都有啲波嘅，即係我都覺得啊，咁唔知本地嘅消費得唔得咧？啊，咁係咪要推介一下俾觀眾咧？咁我又驚話推介咗，慢慢會唔會啲生意係咪話真係係咁好咧？嚇，即係我都有去考慮埋呢啲因素嘅，即係我唔係見到，即係我唔係一個 sales， 唔係一個中介嚇，我唔係見到一隻產品有佣金收我就介紹俾大家，完全唔知佢嘅背景或者唔知佢嘅營運係乜嘢，我就推介俾大家，所以大家會睇到我介紹萬達廣場咧，係會同所有其他嘅中介咧係唔同嘅，個方法同埋方式唔同。其實一直咧去到咧，我收到嘅消息，知道咧萬達集團咧，佢喺呢度做一個叫度假旅遊城之後咧，哇！我嘅信心就爆棚啦。OK， 因為咧我嘅疑問咧，
即係我嘅擔心就解開咗。點解咧？因為咧以後呢個萬達廣場呢、這個商場，佢除咗係我嚟供應俾到本土，咁耐以嚟未試過有一個咁大型咁新嘅商場嘅本地市民使用之外，同埋而家佢本身嘅遊客量，仲會多咗慢慢呢個度假旅遊區。頭先大家有睇我哋朝頭早嘅直播係咪？咁啊，嗰位老總啊，周總去負責度假區，佢話度假區佢而家個目標係嘛，一年4000万人流嚇，淨係個度假區喎。OK， 咁變咗嚟講咧，佢即係有咁嘅人流，就變咗呢個萬達廣場就從全中國嘅萬達廣場唔同。嗱，我依家問下萬達廣場阿陳總會出嚟啊，我問下陳總。嗱，以我記憶當中，全中國應該只有呢一個萬達廣場係會同呢個旅遊度假區係喺埋一齊嘅，即係咁貼嘅嚇。而其他好多商場就商場，度假區就度假區，而呢個咧佢喺埋一齊。所以如果真係而家個情況係咁咧，啊當然我中國唔知道有冇其他嘅組合有咁嘅情況，但係起碼肇慶呢個咧，佢度假旅遊區同埋萬達廣場係起埋一齊，因為萬達廣場佢本身係可以做本地人民嘅生意，而度假區佢做好多遊客嘅生意，兩者一拼合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個商場慢慢嘅營運、招商或者大家買咗啲商鋪，慢慢個升值嚇、收租，應該係非常之好嘅前途。咁我博士嘅信心就嚟咗，亦都夠膽咧大力咁樣去推介俾大家。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嚟呢度做翻一個直播 ，OK 嚇、啊。咁啊當然啦，咁啊因為呢個消息咧，萬達攞咗地去做度假旅遊城，佢嘅消息亦都唔係咁早就知道，係後期先知道。咁而去到後期嘅時候咧，佢好多商鋪咧其實都賣咗啦。OK， 咁啊而家都最叫做去到最後一個階段，仲有啲商鋪係賣嘅。咁啊你知啦，今年年尾佢都開業啦，咁所以咧變咗嚟講，成個時間咧我哋就要去把握啦。咁究竟今日仲有啲咩商鋪大家可以即時可以買到嘅咧？因為咧差唔多嗱，而家差唔多六月尾七月啦，咁佢係年尾會開業喎。咁即係話大家今時今日買咗個鋪咧，其實你年尾已經睇到佢個開業嘅狀況。如果到時開咗關，大家好開心過嚟睇下你自己間鋪添啦。咁、那個時間咧係啱啱好嘅，咁大家係比較實在都會知道而家去萬達嘅情況係點。咁所以今日我邀請到陳總過嚟嘅原因咧，就話去到呢個階段咧，如果我問阿陳總一啲敏鋭啲嘅問題，即係譬如，喂，而家你招商招去咩品牌啊？邊啲鋪有啲咩品牌咧？咁我相信去到呢個階段嘅陳總會知道㗎。咁問題咧就肯唔肯講俾大家聽嘅啫。咁當然啦，陳總好人嘅，咁同埋我同佢咧，大家都係叫做魔啊，即係做商場呢一方面嘅，大家都係好耐嘅經驗，所以同佢好好傾，咁啊俾足面我啊，咁今日咧，一間陳總出嚟嘅時候咧，大家有咩嘢對於呢個商鋪嘅問題，買賣又好，招商又好，大家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咁啊，陳總喺度半個鐘頭嘅啫，唔係陳總咧都準備咗一個好正嘅 PPT， 都去講講俾大家聽。而家佢嗰個招商嘅狀況又點？嗱，對於而家喺觀眾收睇緊呢個直播嘅，如果你買咗鋪嘅，你肯定要睇啊，因為佢會知道我買完啲鋪又點啊嘛。而家你考慮緊買啲鋪嘅，你更加要睇下，因為佢睇完之後咧，究竟應唔應該去投資落呢個萬達廣場咧？你心中自然有數啦，好冇嚇？咁咧就好，而家我就或者首先轉個鏡頭去咗個銷控板先啦，好冇？然後跟住我哋請陳總出嚟啊。OK 嗱，而家咧呢今日呢一批貨咧 OK 嗱，今日呢批貨係我今日做直播啊，咁係阿陳總咧就特登咧攞出嚟咧俾我哋今日做直播，即時係可以賣俾我哋 V 家嘅觀眾啊。OK， 咁而基本上咧呢啲貨咧其實咧就仲未係攞出出邊賣嘅。OK， 都係頭先我今朝做兩個半嘅直播一樣，即係話今日如果大家要買就買嚇，咁啊過咗呢個時間咧，阿陳總又將啲貨放翻出去俾本地人咧可以買到啲鋪。OK 嚇，咁咧就而且尤其是二樓嘅鋪啊 ，OK， 尤其是二樓嘅鋪咧係最後一批噶啦。真係最後一批㗎啦，唔需要勾問阿陳總 ，OK 嚇。咁如果二樓而家仲剩翻少量嘅鋪，如果大家中，如果想投資二樓個鋪嘅總價比較細啲，40几万、50几万可以買到嚇。咁啊，基本上二樓個鋪咧就清貨啦，賣埋呢批嚇，肯定唔會再有㗎啦嚇。因為阿陳總當初因為招商嘅原因，佢有啲鋪唔敢攞出嚟賣住啊，因為要做好個招商。咁而家佢基本啲招商，我聽佢講好多咯，已經做得好好啦嚇。咁另外咧，今日都有一批咧。我哋覺得係唔錯嘅一樓個鋪，咁一樓個鋪有啲最平咧，去到50几万都有㗎，唔係冇㗎，50几万、90几万，即係100万唔到啦。OK， 咁同埋一陣間阿陳總出嚟咧，我亦都會比較針對啲問阿陳總啊，譬如大家買啲有埋租約嘅鋪又有冇咧？啊，咁應該問阿陳總睇有冇嚇。咁所以大家今日見到咧係有 S6、S7、S8、S9。OK 嚇，亦都有二樓鋪有街鋪嘅嚇。咁啊，基本上咧二樓鋪。就係得呢啲啦，街鋪咧，仲如果靚位，我哋抽嗰啲出嚟嚇，好嘛？咁大家咧，而家馬上咧就可以喺我哋
19間 V 加的分店裏面，你隨時可以找我們 V 加的員工即刻拿這個銷控表出來，大家看清楚，已經有了面積，有了價錢， OK， 而且呢這個價錢是包含過團購費的，已經好嗎？那很清楚，很清楚。好啦，大家好心急，請陳總出來好不好？ OK， 陳總你好。你好陳總， OK， 請坐請坐請坐， OK。 哇，陳總，上次你幫我拍片的時候，你出來跟我讲了你们招商的东西，我们的观众很兴奋，他觉得你很有经验，很好，真的。你看看留言啊，我很多截图给你，都赞美你，说你很能干啊，做得很好啊。所以呢，之后呢，我讲一点白话，讲一点普通话 ，OK 啊。所以啊，因为上次呢，我拍片的时候，陈总出嚟讲过下个招商的情况啊，咁真系令到我好多观众咧信心大增嘅吓。咁、今日咧嗱，咁啊头先讲咗啦，我想第一句敏感啲问你先，啱啱个销控版我哋都俾大家就二楼铺是不是最后一批？是的，目前的话都已经在这里了，哎、还有20多间的。要买就买啊！对啊，卖完就二楼就已经没有了。大家再选就只能选一楼啊，一楼也不是很多了，我听说是吧？一楼是这样的，一楼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都不允许再卖、因为的话呢，我们是要先招商引进来之后的话，我们带着租约卖，因为如果我们都销售出去之后的话呢，可能我们谈大的商家的话呢，就会时间比较久一点。OK， 所以我现在一楼的话呢，整个的话呢都不允许卖。OK， 嗱、我解释俾大家听啊，点解卖万达商铺？同埋頭先我做直播成日都已經有好多觀眾問公寓係咪啊？大家真係醒目嘅，知道你呢度有公寓。嗱，陳總嘅做法真係唔同嘅，我覺得佢真係非常，因為佢本身陳總佢經驗係一個營運啊，明白？即係佢唔係銷售部門，只係賣嘢嘅啫。咁咧，佢將營運結合咗銷售，呢個係非常好嘅，因為大家買呢啲商業嘅產品，坦白講，大家都係想投資未來收租嘅啫嘛。佢唔同買住宅就唔係咁嚇，買住宅有啲人買嚟自己住係咪？我唔需要理你咩營運嚇。咁但係如果你買啲公寓啊、商場啊呢啲商鋪呢啲產品係一個商業嘅產品，所以個產品咧其實陳總呢個做法非常啱啊。佢話所以有好多觀眾話：，係咪萬達玩嘢啊？一時啲鋪又話賣完，跟住一陣又有批鋪攞出嚟賣，係因為陳總頭先講啱，佢好多鋪咧佢唔敢賣住，因為咧佢要做個商場嘅這個招商啊嚇，佢做咗招商。咁咧，如果唔係咧，可能有啲牌子，可能一個品牌要四五個鋪，咁我賣咗五個業主，去到招商時要同五個業主傾，哇！你諗佢點傾？咁有個靚鋪，本來咧有人想租啊，甚至個租金好好，但只要一個業主唔同意，你都租唔到俾佢。大家明唔明白啊？所以咧，佢哋有呢個難度喺呢度。咁當然咧，亦都有啲發展商可能會用嗰啲所謂反租啲模式啊，但係反租模式坦白講，即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因為有時候反租，咁佢俾唔俾到個租金大家咧，或者佢揾個營運公司，到時俾啊俾唔到。嗱，以前我哋地王廣場就出咗呢啲事啦。咁所以我反而覺得陳總佢呢個招商、呢個營運同埋呢個銷售嘅做法咧，因為可能佢哋萬達始終都咁有經驗啦，全中國有300多個商場啊，咁啊唔係淨係肇慶呢一個啊嘛，因為萬達其他嘅城市好多嘅商街都係有銷售嘅，咁變咗佢哋吸收咗好豐富嘅經驗，點樣營運，點樣招商。所以咧，即係咁講，如果今時今日大家去投資萬達廣場，其實比較安全，因為你哋已經非常有經驗嚇，即係好似我一樣，我以前後生撞板係嘛，咁而家吸收咗撞板嘅經驗，反而咧而家我就成熟咗好多啦嚇。咁咧就呢個第一咧，第二咧有好多問公寓，而家係最第一手話俾大家聽，因為我已經有追過陳總嘅公寓點啊，陳總嘅公寓都一樣，公寓佢而家已經傾緊，聽講嚇就嚟簽約添㗎啦，佢係一定定咗嗰個酒店營運公司。佢先至肯攞啲公寓出嚟賣，即係話大家當買公寓嘅時候咧，已經定咗營運公司啦嚇。我哋 V 家都參加唔到啊！我話喂，我 V 家有做民宿分享喺神博斯，我有哪些品牌大一點嘅是吧？有專業嘅啊，咁啊，譬如如果大家有睇我片，我到花都，我咪租嗰啲民宿啊，咁嗰啲有好多大牌子嘅管理公司啊。我知道陳總就傾緊嗰啲大牌子過嚟嘅係嘛 ？OK 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公寓咧，大家唔好追我啊！反正咧，如果陳總嗰邊佢嗰啲營運公司定咗咧，第一時間一定通知大家，好嘛 ？OK， 咁啊，不如咁啦，陳總，我知道你為我哋準備咗個介紹，就係你嘅招商情況啊。OK， 咁不如交個時間俾阿陳總，我諗大家好想聽，係咪 ？OK， 陳總交俾你啊。好的，好，香港的朋友大家好啊！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話呢，分為三個板塊。第一个板块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项目以及整个肇庆的情况，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来过项目，甚至没有来过肇庆，所以的话呢，给大家全面的介绍一下肇庆有哪些好玩的，未来的话呢有哪些发展，政府的话呢对
这造氢的话呢，会有怎样的一些未来的规划？非常好。第二板块呢，讲我们的项目，从我们的度假区，然后到我们其实，咱们项目的话呢是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话呢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未来的旅游人次大概达到多少？第三部分的话呢，就是分为招商的部分，招商的部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是我们的广场里的盒子里面的一些商家，以及每一层的排布。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咱们做的这个庆元坊，就是咱们销售的这个商铺。目前的话呢，招商的一个情况，引进了一些大的一些商家，以及未来的规划，为什么会打造一条24小时的一个网红的不夜城，理由是什么？然后我会从三个部分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这应该是我大家学嘢啦，知唔知啊？好难得嘅内部，因为有啲人日本系你内部嘅资讯嚟嘅。对，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非常这样公开的场合去给大家讲整个项目的一些介绍和规划。Okay. 好，谢谢。好的。谢谢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肇庆。其实的话呢，肇庆的话呢，我先说一下粤港澳大湾区。湾区的话呢，目前的话呢是全球有四大湾区嘛，哪四大大家应该都清楚，日本的东京纽约，然后旧金山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话呢，其实在中国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集群，它的土地面积只有1%，占全国的1%，但是它的 GDP 占了12%。它是最重要的产业，就是城市集群。那么咱们的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为哪些城市呢？有9+2，哎，对，加二就是香港和澳门。对，九的话呢，像广州啊、深圳啊都在其中，肇庆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么肇庆的话呢，主要是发展整个的一个目前的发展啊，发展前景的话呢，是发展像文旅、康养。电子信息，然后汽车的一些零部件，包括一些生物医药，以这些来为主。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呢，就是因为中国更愿意就是在一片蓝，就是白纸上去书写未来的蓝图。如果说在比如说像深圳，你要去发展这样大面积的，可能就很难了。很难了，很贵哦。对，土地非常的贵了。所以像华为现在都已经迁到东莞的松江湖片区去了。没错。所以像目前的话呢，肇庆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在90年代和2000年的初期。肇庆的旅游人次是非常多的。在2019年的话呢，整个肇庆就目前没有文旅城的情况下，2019年因为这两年疫情嘛，可能就没有数据统计。2019年的话呢，是肇庆的旅游人次是4472万。哇，4000多万一年。对，像目前的话呢，非常就是肇庆这边比较好的一些旅游景点，大家可以去微博呀、小红书呀，包括抖音上。就是那些传统旅游景点，都已经也是办了。对对对，像燕洲岛。端州古城，然后像七星岩，然后像鼎湖山等等，光这些，因为在广东省的话呢，就是旅游的目的地其实不是很多，熟知的就是长隆、小蛮腰，其实没有太多的游玩的地方的。你像北京有很多，北京有故宫啊、颐和园啊、天安门啊，对吧？像咱们香港的话呢，有那个。香港没什么，有海洋公园啊、迪士尼啊等等的，对吧？ Okay. 所以其实广东没有太多游乐的地方。广州的话呢，一直来说的话呢，都是以商贸城市为主。所以的话呢，肇庆的话呢，它的旅游业是还是传统的旅游业，但是因为肇庆在前期的时候，它没有这样的大型的一些，就是像酒店也好，像旅游的城市也好，去承载这些旅游人群。就是我4000万人来了，我可能承接不了。从住到吃饭到酒店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消费的一些活动。所以的话呢，未来的话呢，为什么万达会选这个地方？其实当时给了很多块地给万达选择，包括像阳江啊、惠州啊，很多城市都很多城市都找都找，因为我们。在全国的话，做商业是做的 number one 的，做旅游的话呢，也是在最前期的话开始做的、okay. 做得非常好。前期的话呢，我们也做了像武汉的楚河汉街啊，包括像海南啊等等的一些旅游城旅游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们又有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呢，未来的话，为什么选中肇庆的这个位置，也是因为肇庆的话呢，山好水好，然后对，然后天然环境，天然环境好，而且产业集群比较集中。未来的话，除了有旅游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产业，
大家可以看跟我一起看一下啊。鼎湖的话呢，目前肇庆的话分有很多个区域的，有四会啊、新区啊、高要啊、鼎湖呀。鼎湖目前是目前的政府是重点发展的一个项目，它的话呢是以环境著称，环境非常的好，它的负离子含量的话呢是深圳加北京的45倍，好夸张呢，我觉得8万多啊 cm。 对对，这个是很高的数据。每立方厘米的话呢，整个高度是，就是所以的话呢，原因就是可能大部分就是森林，对，是吧？森林覆盖率的话有70%，所以的话呢，像钟南山就是疫情啊，我们的钟南山院士也是说了，他说是世界的长寿之乡。所以我都话咧，如果你退休啊吓养老啊，真系肇庆真系非常好，尤其是啲华侨翻嚟，即系真系同外国咧。絕對冇即係絕對冇問題嘅 ，OK， 唔會差得過外國嘅。OK， 未來的話，整個肇慶的一個發展的話呢，政府也是重點打造文旅康養。文旅，然後現在的話呢，其實中國呀，中國的旅遊人次是目前的話呢，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發展，有一個發展空間的。那麼2019年的話呢，全國的旅遊人次的話呢，有多少個人次呢？将近有50亿人次，整个它的旅游收入的话呢有5.7万亿哦。对，但中国其实相较于像香港、澳门，包括一些欧美的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实我们的旅游的产值是很低的啊，就等于说从没达到高峰，没有达到高峰期，就等于说一个家庭100块钱的收入，只有3块钱。到4块钱拿出来旅游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你像一些欧美国家，可能都100块钱，可能有20多块钱拿出来。香港人都系啊，香港100蚊真系攞三四十蚊，你咪是20-30蚊攞出嚟嘅，系啊，2-3成。所以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而且在中国虽然说有14亿人次，但是持护照的人次只有9500万人。哦，就是有护照的，有出国护照的， okay. 就等于说其实有13亿人是没有出过国门的。Okay.所以的话呢发展前景很大。这两年的话呢，因为疫情的原因的话呢，我们目前的话整个旅游收入占全民总值的话，可能只有在就是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呢，可能只到1%的样子。所以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个文旅，除了文旅风口的话，冰雪产业也是一个大的风口值来的。冰雪产业、因为我们2022年的话不是申请了冬奥会嘛，北京申请举办了，所以这几年的话呢，整个滑雪的一个产业是非常的生机勃勃。那么在全国来说的话呢，截止到今年的话呢，全国是有770个滑雪场。770个，对，我们其实是96年才开始发展滑雪产业的，整个中国来说的话，只有几年的经验，只有31个是室内的，室内的。那么的话呢，在广东省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滑雪的城市，对吧？又热的嘛，对，因为热，但只有3个，哦，大部分其实在北方。边三个？嗱，一个融创啦，一个深圳。一个深圳，深圳那个不得啦，很小，太少了，那个不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开业的，就是这个，对，我其实得2个啫，讲唔讲？其实只有2个来的，所以其他都是很小的。像深圳那个的话呢，是在6000多方，是啊，比较小，就是在华侨城，华侨城那边有个阿尔卑斯，对对，那就很小的一间，对，还有很不方便去那边，也不方便。对，所以整个广东省的话呢，它的滑雪产业是非常大的市场，所以您像在广州的那个，一年就回本了。一年就翻本。下一次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我哋约咗去滑雪。对，我们约了，因为现在疫情嘛，它没有开业。下一次我们去到里面，跟沈博士一起，教什么时候教我滑雪？我滑雪滑的不是特别好，对对。不，因为呢，我不认识人啊。嗯。其实之前我进去，我也想拍，但我不认识，他不给我拍嘛。以后有你在就可以了。我已经给您全部都打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对，下次只要一开业，我们就可以去到里面，而且可以拍。不但可以拍，我们还有专业的讲解人员告诉您。他拿了多少个世界之最，而且攻克了很多世界的一些难题。好，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下一次我们去到现场，没问题。我滑雪板都带过来了，我也带了。好的。那所以未来的话呢，整个文旅板块的话呢，是未来的其实的一个风口词来的。然后肇庆的话呢，目前的话呢，2019年就有4000多万人。目前在我们的文旅城还没有开业的情况下，还是那些旧的景点已经很厉害。对，一些传统的像燕洲岛啊等等，端州古城啊等等这些景点，已经每年的话已经有4000多万的一个人次了。所以的话呢，日均接待量的话呢，是可以到11.5亿人次的。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旅游数据啊，就最新的2021年，因为今年的话呢，在国内的话呢，其实疫情是在前一段时间是有放开的。我们整个清明节的一个假期，清明节、对，有1亿人次的旅游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的那个金额去到271.68亿。校庆。不是整个全国，整个全国，全中国，招戏没有那么多，嘿嘿嘿对啊、全中国，对全中国，五一的黄金周的假期有多少人呢？2.03亿的出行人次 ，OK OK， 对，而且旅游的收入的话呢是1131亿，非常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还没，但是还没有达到之前在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这些数据全都是。我得叫内销，内销的就是本地，就是中国本地人，因为外国人都进不来嘛，进不来、已经冇加外来嘅游客噶，净系靠佢内销本土，已经全国有咁嘅数据，对，都几夸张。其实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啊，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在清明假期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出去，其实是人山人海的，对吧？人山人海，其实体验感不是特别好的。但是的话呢，因为中国很多的一些公司呀、企业啊，只有这些时候有时间。待会我后面其实会讲到，万达在做旅游的时候，这一些都想到了，包括旅游的接待量、旅游人次，他做了哪一些规避，以及做了服务的提升。待会我会讲到，就是讲到项目的时候会讲到。我去真拍摄咧，我都一定提一句，我啲观众啊，千祈唔好假期嚟，系嘛？啊，呢个秘诀嚟，假期嚟咧，你真系大件事啊！所以我们人山人海。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万达因为一直在研究客户的体验感，比如说你的那个承载量、游客的承载量爆了之后，我怎么样做急救？我怎么样做疏导？停车怎么样做？现在我们是运用了很多的一些智慧小镇，我们做了首个在全国做的智慧小镇。智慧小镇。对，待会给您说一下，有哪一些，它有哪一些，对，有哪一些新的一些5G的。因为万达现在目前在全国有375个万达广场已经开业的，我们是早在7-8年前就开始做大数据的研究，我们把这些大数据也运用到了我们招商上面。待会跟你聊一聊。对，肇庆的话呢，也是被称为国家级的一个历史名城啊，也是我们岭南文化的一个发祥地，所以在我们度假区的特色小镇都是岭南文化来做的。那么九加二的城市集群的话呢，肇庆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对，东融广佛，西连广西，它的地理位置的话呢是比较优越的。未来的话呢，我们这里除了有城轨、有水道、港口，这是目前已经有了的。未来的话呢，还会有一个新机场。新机场紧要啊！对，新机场在2025年的话，对，会直接联动到我们的白云机场这边去分流它的整个整个的人流量的话呢，每年可能在3000万人次的一个人流量啊。未来的话呢，会增设城轨和高铁的话呢，会有四个。因为一有机场呢。政府自然会有很多交通工具，因为疏通啲人啊嘛。对对对，目前的话呢，肇庆去到整个珠三角的话呢，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内都可以通达，非常的方便。所以到时咧，大家如果住喺度咧，其实你去即系内去内地其他城市咧，其实好方便，因为好多铁路好丰富。调翻转好多城市嚟呢度玩咧。又系好方便，系咪？对对对，因为你要做旅游城市、康养城市的话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路通，路通才可以财通。对，所以的话呢，要海陆空。这是目前肇庆的，大家看一下，除了我们做文旅康养产业的话呢，目前还做了366和1133的一个工程，会有整个企业的话呢超过1000家，主要以电子信息，然后汽车的一些零部件，包括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小鹏啊、然后的话锂电池这一块就是宁德时代。大家有没有炒股的？炒股的应该都有了，应该会有很多的那个炒股宁德时代可以看一下。我当时是没有买这只股票啊。2019年10月份的时候是60多块钱 A 股，现在的话是多少钱呢？400多，涨了8倍啊。也是做新能源的锂电池这一块的，目前的话呢也是落户我们的肇庆，投资120个亿。小鹏汽车也是，就是中国的特斯拉啊，目前的话也是落户我们的肇庆。未来的话呢，这里的汽车产业，包括生物医药行业，还有一些像饮品行业，目前的话中国做得非常好的元气森林的话呢，也是在咱们鼎湖板块来做的。然后看一下，这是目前鼎湖的，有科比特。科比特的话呢是无人机，深圳的无人机的公司。对对对，做无人机，现在目前做的在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无人机的话呢，就是大疆和
科比特了。目前在整个深圳的话呢，深圳的无人机制厂占全球份额的70%。嗯，太厉害了。深圳，对对对，目前的话呢，也是引进到了肇庆这一块。所以肇庆这两年，你可以看到肇庆的 GDP 发展啊，9+2的城市，整个2020年，因为肇庆其实相对来说，在这个9个城市里面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是。这10年的人口增长也是最慢的。没错。但是肇庆的发展的时间是从2017年开始的，所以在整个2020年的时候，它的整个 GDP 整个是多少呢？2311亿元。嗯。啊，它的增速增幅啊，就是它的增幅度是仅次于深圳的。因为他在2020年的时候引进了非常多的学校、产业、高科技的一些公司等等。即之前呢，仲喺度瞓觉，而家就醒嚟啦。对对对，现在是政府在集权力。因为现在政府已经不是在让地方政府在发展他们，而是广东省的话集省全省的力量，我在打造任何一个区，而且每个区都有每个区的特点。同埋，我觉得咧，政府将肇庆划咗入大湾区咧，都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咁啊，肇慶本身佢俾政府劃咗入大灣區，佢肯定積極好多，同埋政府會配翻好多計劃俾佢哋啦。呢個係好關鍵。所以咧，你話點解前幾年佢之前佢係瞓覺咧？因為嗰時都未入大灣區，咁可能對你嚟講都唔會話有啲乜嘢嘅計劃。咁但係一入咗大灣區唔同啦嘛，就要串連曬其他9個城市，所以佢必須要有佢嘅位置喺度。对，政府现在对9+2城市的定位的话，每一个城市是一个定位。是啊是啊，你像澳门是娱乐业，是香港的话金融中心、港口中心，对吧？广州是商贸中心、岭南文化发源地。那么肇庆的话呢，就是以一些科技的一些产业，它不是最顶尖的，顶尖的科技的话呢是在深圳。那么它做的主要的话呢是制造业、新能源呐，然后包括文旅呀，以这些产业为主。就是说9+2，大家都不要雷同的去发展。系，全部唔同性格嘅，唔同定位嘅，好聪明嘅呢个做法。大家变咗唔会有恶性竞争。对，大家就不会恶性竞争。所以的话呢，每个产业发展，每个产业去发展，像惠州就发展风力电啊等等，像中山的话呢，就是白色家电产业啊，一些制造业啊，以这些为主。所以的话呢，大家看一下，整个鼎湖的话呢是4+4，文旅、康养、电子，还有包括我们的优食品饮料，然后建材、轻工日。然后金属加工四大的一个特殊产业，这是整个鼎湖区，因为是去年的领导才刚刚换届嘛，所以未来这一期和下一期，因为大陆可能跟香港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政府的属性其实还是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如果政府有非常大的利好的一些政策和大的一些发展的落地，那么对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前景，还有对人口落户、人才落户是非常有非常好的好处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话呢，开发周期在18年。先说一下每年要开的，今年的话呢是11月26号开业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广场项目了。11月26号，对，11月26号就是我们的万达广场。明年的话呢，在2022年的话呢是开一个5星级的酒店，加一个会议中心。会议中心最大的厅可以容纳3000人，3000个座位，最多可以容纳5000个人，然后非常大。明年开业，后年的话呢就是开我们的滑雪场了。滑雪场的话呢是世界上首创的三体室内，全世界第一个，三体的全世界第一个。而且它的垂直落差和长度是室内来说是最大的。它跟今朝周总讲是一模一样，大家冇夹到口供，即系呢个时间咧节点咧系一定肯定噶啦。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节点的话呢，就是万达是不仅仅是对客户承诺，也是对政府承诺，所以我们的开业时间的话都会精确。都有交功课俾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话呢，万达的商业是排 number one 的，就是我们说到一定要做到。OK。对，我们的开业时间说什么时候，而且我们在拿地的时候就要确定我们这现在的开业时间。我们会进行计划倒排，会有200多个节点来进行倒排。已经是非常标准化的了。那一共有12大的一个文旅配套，我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世界上首创的三体室内乐园，整个长度的话呢达到1公里，目前广州的那个话是438米，就是有很多滑雪爱好者，像沈博士去了之后肯定会觉得太短了，是啊是啊，一下子就滑完了，特别像你们这种喜欢发挥不到的技术的。对对对，那么垂直落差的话200米，200米什么概念？90层楼那么高，八九十层楼那么高，okay. 非常非常的那个大哦。
即係等於我澳門跳嗰個塔一樣喎。嗱，大家睇話唔靚咩？啊，幾靚個山體。有啲話，因為現在杜家區就在賣房，有些說看起來景觀漂不漂不漂亮，肯定漂亮啦嚇。對，而且山頂上看到沒有？那個山頂上旋轉有個餐廳。有個餐廳啊。對，有個全景餐廳，非常的漂亮。OK，非常好。然後像這種山體的。虽然说依山而建，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人操作过，所以的话呢，像我们在广州的那个样，会攻克很多。当时那个的话是拿了很多建筑奖项的，建筑大奖，目前只有中建能够承接。OK，中国的伟大工程。对，中国建筑。这是我们的室内的水乐园，有多大呢？占地有25万方。25万方的占地面积，好夸张哦！对，未来的话呢，这里的话呢是有4D 的影院，包括水池过山车、大型的水载具、浪湾等等，而且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因为我去过你们融创，融创那个太小了，对对对，室内的这个差不多啊。我看哇，什么都有的玩了、啊。那在中国来说算是多大呢？最大的。也是中国最大的，最大。哇，就是你们现在整个项目两个都是最大，滑雪场跟水上乐园都是全中国最大的。对对对，比目前的海南的亚特兰蒂斯还要大一些，做室外的。其实为什么广州要做个室外的？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文旅项目的时候避了很多雷，像因为广州那个也是我们做的嘛，广州那个是做的室内的，室内的比较小，而且容纳的人是有限的，但是能耗又是一样的。所以因为它也要消耗那么多的水电啊，包括人力啊，其实做室外的会更好一些。同埋广州的环境，你做室外都冇嗰种气氛啊，系嘛？因为广州始终嗰度都系市中心嚟噶，呢啲唔同啊，有山有河有江边，就空气啊等等唔同嘅。你看番禺的长隆，它的系啊系啊，对它的那个滑雪的，就是水上乐园是非常的赚钱，一年只开5个月，但是可以赚满全年的啊。像长隆那个的话呢，最旺的，因为之前我跟他们的总监有聊过，最赚钱的就是野生动物园了，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去。没错没错，小朋友去了，你一定会带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样子去。第二个的话就是大马戏，第三个的话就是室内的室外乐园了。咪同埋咧，我想讲咧就话咧，因为你头先介绍咗，之前咧几千万人过嚟旅游咧，其实都系一啲旧嘅啲景点，都系好旧。坦白讲，嚟睇嗰啲景点咧，多数都系我哋呢啲年纪嘅。但是呢啲玩呢啲嘢，全部都是年青人嘅，即係話咧，其實到時你嗰個遊客量咧，照增加，即係唔會重複咗嚇，因為咁因為咧，你除咗原本嗰班客户，你仲多咗一批年紀輕嘅小朋友啊，年青人咧滑雪啊，即係我哋叫全年齡段啊，由小朋友、青少年到老人家都可以嚟呢度。咁個人流量係真係好犀利。咁如果呢度啲商鋪咧，變咗你開好多嘅商鋪都可以啱啊！即係你明唔明？因為你年齡段唔同咧，譬如開啲食品啊，可能有小朋友食嘅，有青年人中意食嗰啲嘢咧，亦都可以我哋啲年紀大嘅中意食嘅嘢咧，變咗咧成個組合可以豐富咗好多。對對，全齡層座。然后这个是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是一条长1.8公里的一条街道，1.8公里，对，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广场，岭南文化的一些广场，而且有6大主题乐园馆，它是室内的，有哪些呢？有雨林乐园，雨林乐园的话呢，就是有小朋友的一些萌宠互动亲子娱乐，就是小朋友的那些娱乐的，还有射箭的。比如说我们有仿真射击，然后有这些基地，因为广东人其实比较喜欢这一些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像玉器馆，还有体育乐园，就会在这个特色小镇里面的话呢，除了我们有1.8公里的长街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6大场馆是室内可以游玩的，还有雨林乐园啊，水啊，像那个体育乐园啊等等的一些乐园来做。Okay，对，都是室内的。为什么不做室外的呢？因为除了水上乐园它是可以玩水的之外嘛，其实广州的天气是比较热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做像广州的那个叫室外乐园，融创乐园，那是就是室外的游乐园。你真的说得啱喎，我都去过2次，太晒啦。对对对，系啊，真系咧，行行下都唔想玩啊，所以我见好多机动游戏咧。就白天冇人去，就夜晚就多人去啦。对，晚上很多人，因为太热了。所以我都话咧，有时迟有迟好，去
他们吸收了很丰富的经验。对，有，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做的什么业态，做多大，做什么规模的，都是因为前期做了很多的一些，因为万达在2011年开始做文旅，接触文旅产业，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把13个文旅项目卖给了融创，但是现在的话从2018年开始又开始做文旅产业，因为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丰富的失败的经验，同埋有大数据，对，而且有大数据的分析来去做，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基于所有的大数据分析。即系话咧，其实呢个万达广场咧系最 update， 我哋叫 update 版、最新版本。对，而且要保证每一个的话呢，其实都能够好玩，当地人喜欢啊，全国人民的话可能都 OK，好吸引，而且对还是能够盈利的。好，这是特色小镇，这是酒店群，整个酒店群的话占地30万方、有一个6星级的酒店加100栋独栋别墅来组成，就有点像海南的亚特兰蒂斯啊那些，有一个5星级的酒店，有一个4星级的，一个3星级的酒店。不过暂时来讲，肇庆真的很欠的星级酒店，对，基本没有星级酒店，是真的需要的。肇庆应该就只有一个新酒店，对对对，房间费的话应该在1500左右，5星级的一个标准，就一个，对，还挺贵的，但是其实还没有达到5星级的， okay. 所以的话，未来这里房间数比较少，每一间的话可能就只有200多到400多间的一个房间数，是完全不够满足这些的，因为加起来也就1000多间嘛。当然了。对，所以的话呢，为什么我们在周边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做那么多酒店？因为这些都酒店是自持的，我们因为我们这里的话有对外的一些酒店，就是我们希望的话业主跟我们一起赚钱，不要做的太多，因为我们在广州是做了这种公寓，做了多少间？4900多间公寓，非常多。它其实做酒店的就有2000家，太多了。你容纳就是你可能除了自己的5星级酒店之外，6星级酒店之外啊，光对外出售的，对业主出售的就有5000间。哇！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当时因为也要避雷嘛，这里只做了总共2栋楼，只有396间公寓，只有300多间公寓。对 ，OK。所以的话呢，现在的酒店，现在是我选酒店，目前的话呢，我谈了10多家，就是要来找我的酒店。个个抢住做啦。对，因为人太，因为酒店数太少了，所以我依家都合唔到啊。对，所以我们的话呢，对酒店是有要求的。我们希望的话呢，是在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些酒店，而且是适合做主题，能够经营主题酒店的。因为这里的话呢是靠近度假区，所以的话呢会有一些什么电影主题啊、电竞主题啊等等的一些主题类似的。所以大家如果对公寓有兴趣，记住密切留意我 V 家最新消息啊！我一收到风声，话俾大家听。好的。这是关于我们的酒店演艺中心的话呢，是在武汉是有一个汉秀表演，澳门有水舞间，我去看过，就是类似，我去看过水舞间的那种，只是更大一些，对，没看过，做得好好。但是我们因为全龄层嘛，如果是小朋友的爷爷奶奶呀，包括像那些就可以来这边，就不用说很激进的游戏，滑雪啊、水乐园啊这些就可以来，所以我们的话呢，各个年龄层次的话都会有。这是咱们的第4代。万达广场了，就是咱们这里了啊。对，其实，在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上次也分享到了，只有2个第4代店，一个在深圳，一个深圳，7月3号开业，到时候我们可以带您去也做一场。7月3号，快了。7月3号开，对，那边的话呢，那我肯定要去哦，好吧？对对，下次我帮你联系一下，可以去看一下。观众都想睇啊，系嘛？深圳个万达广场开。什么叫第4代店呢？就是以前的万达广场，可能就是买东西的，卖衣服、卖品牌各种品牌，还有一些珠宝啊，还有一些饮食啊等等。第4代店的话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体验式、沉浸式业态，包括像网红的体育馆。室内篮球、室内的一些攀爬，包括像攀岩，还有卡丁车室内的。5楼的话呢，我们有室内的一些花园餐厅，还有一些体验式的一些业态，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游乐场啊。然后像吃，反而吃的和我们的零售业态会降低，零售业态只有25%，就是买的。只有25%的一个业态，更多的是玩的，因为咱们现在的消费群体是95后、00后。乃至05后、10后，所以的话呢，更多的话像这种商场，像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像KYY 啊，像这些商场啊、正佳呀等等，都是体验式业态的话比较多的，沉浸式的，还有像剧本杀呀，还有像密室逃脱呀等等的这些产业会比较多一点。这就是第4代店。7月3号，我写定了，OK， 我肯定要去。好的，拍俾你哋睇到时好。
在我们的商一共的整个度假区的话有两个商业中心、哦、一个是广场，一个的话呢是奢侈品的折扣店。我们目前的话谈的是奥莱、哦就在咱们的这个奥莱对面、嗯嗯、就在这个万达广场对面、嗯、商场是在一起的、嗯、奥莱、嗯、对。然后这个是8公里的一个水系、哦、目前的话呢在水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赛表演。目前的话呢我们引进了，因为万达有做体育嘛，做了很多的一些包括像体操的世界锦标赛、嗯、还有像世界摩托车的锦标赛都放在这里。每年我们会引进6到8项国际型的一些赛事在这里举行、嗯嗯、而且我们做了一个22公里的一个徒步的一个赛道，塑胶赛道、嗯、我们是可以跑半马和全马的、嗯、非常方便。22公里塑胶跑道我们是可以跑半马全马，包括像迷你马都可以做、因为广东的话每年都会有这种马拉松的赛事、这是羚羊徒步，还有西江的一个观光走廊，它会联动新湖、端州古城、羚羊峡这一块去打造整个的话一个夜游江景、嗯嗯、像现在的上海的黄浦江啊、黄浦夜景啊、嗯嗯、包括像广州的珠江游啊，都是非常亮丽的一张名片、嗯、所以未来的话呢在整个西江的观光走廊也会打造这样的。这些年纪比较大一点嘛，去玩这些啦、啊、对，全年龄段咯，即是老人家入得来，年轻人小朋友入得来。嗯，然后这有一个绿色骑行，这个我喜欢啊。对，这是22公里的跑道，除了有骑自行车，还可以跑步。我喜欢啊。嗯，像现在的全广州的话，经常做这种马拉松赛事。哎哎。但是因为场地的一些原因的话呢，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能够支持到，所以的话呢，为什么政府的话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就是全龄层的，所有的比赛的赛事可能都会放在这里面做。Okay, okay. 嗯。而且如果住在这里的客户的话呢，其实度假的话很舒适啊。什么都有，环境也好，然后有很多游玩的。嗯，这是体育赛事。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在6大场馆里面的话呢，有体育的一个乐园。然后这里的话呢，会有国际的一些田径。其实在肇庆的话呢，是承接了我们的体育馆啊，在前期、嗯、万达没有进来之前，也是承接了很多比赛的，像体操啊，包括像很多的一些比赛，国际赛事的话，也是落户在肇庆这边的。嗯。这是我们的一个首个自持业态开业的，这是未来开业的一个全景图，非常的漂亮啊。目前的话呢，整个的街道的话呢，我们是有11个观光梯，就是可以从负下地下的负一楼可以直上的，还有很多的一些首付电梯都可以到达的。这两栋的话呢就是公寓了，大家看一下这两栋13层高的就是公寓、嗯、整个只有3,396间。嗯，所以到时都你商铺大家看一下，这里我就不细放了啊，这是我们目前招商的所有的布局图、嗯、哎，我就不能给大家详细的看了啊。4楼的话有无限能量调高。沈总稍等一下，我们先贴个校控好不好 啊, 啊，因为有一些已经卖出去了，我听他刚刚打招呼，我先把已经卖出去了先把它贴起来，免得我们的客户即免得我的客撞客啊。 OK 哈，咁啦，记住2楼铺呢係得返呢批啦，係真係冇啦，陈总都讲咗啊。咁啊，首先而家買咗啲，我哋黐咗先。咁啊，大家 V 家嘅同事都要注意啊。OK， 買咗呢部就唔好再重複收訂啦。啱啱收錢。啱啱收錢啊 ？OK， 好。幾多間啊？有？剛收3間。三間係嘛？仲有等緊喺度串緊。好，冇問題。好，咁就影唔影到呢度？亦都影到陳總啊，可唔可以啊？唔得啊嘛。好，咁啊，想黐咗字先。我驚啊，陳總走啊，唔俾佢走。因為好夜啊，咁啊，我哋香港人係夜瞓啫。OK， 好，我哋嗱呢3間冇咗啦嚇。OK， 好，繼續啊，陳總。阿陳總咧就介紹一下入戲玉啊，而家。就講下而家個商場個招商啊，同埋個組合點樣係嘛？大家就真係豎起隻耳仔聽啦嚇。OK。嗯，好的。我再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話呢，有一些的，這是第一次的布局啊。嗯。內部圖我就不給大家非常詳細的定格看啊，嗯、因為不外傳的。嗯。然後引進的哪些商家呢？目前我們現在的商家都已經落定了， okay, 落位了。好。然後目前的話呢，是首家。永辉超市，永辉超市目前在全国做的非常的好，像家乐福、沃尔玛啊什么的，可能都是比较老牌子。目前比较新兴的就是永辉超市了，它的生鲜可以做到周边的话呢，配送非常的快，而且都是新鲜的。所以现在这个好不错，这个好不错。对对对对，
而且也很大，所以它的生鲜啊、水果区啊，包括它的一些做得非常的好，布局得很好，所以万达跟它是进行战略式合作的，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说的话呢，是非常的就是物美价廉，而且新鲜快，价廉物美，对对。所以它的这是肇庆首家永辉超市。咁到时咧呢度嘅公寓啊，或者佢哋嗰边啲民宿咧，万达啲民宿，咁啊可以呢度买餸翻去啊，因为嗰啲叫公寓嗰度有厨房可以煮嘢噶嘛。非常快，它的配送，它的速度跟河马生鲜一样，就是马云的那个。好快嘅。对，很快的。OK， 好。这是肇庆首家万达影城。万达影城的话呢，是也是有巨幕 IMAX 的。万达影院的话呢，目前在全国也是影院的品牌里面的话呢，是排名 number one 的。在2009年的时候的话呢，当时《阿凡达》大热的时候，整个只有东莞有 IMAX 的银幕，所以的话呢，这也是首家进的。下一次的话呢，会给我们香港的业主可以过来，我们可以专如果可以过来的话我们在10月份的话呢，我们会进行我们业主的专场体验。我们11月份开业，我们会提前一个月会有体验季。OK。好，这是我们的大玩家，游乐项目来的，也是首进游乐场的肇庆的游乐场。其实您别看肇庆的肇庆是一个度假式的一个城市，但是度假它的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我记得。对，夜生活很丰富，大家下次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鼎湖区的首家星巴克，除了有星巴克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呀、等等之类的。这是目前我们合作的一些。少量的一些品牌都没有放上来啊，版面有限，我就不放全部的了。我们的所有的金街也好，以及我们的整个的万达广场也好，我们是进行统一管理的。那么我们的万达的庆元坊的话呢，是进行服务性招商的。这是开业的盛况。然后我们打造的庆元坊的话，这是我们目前开业之后的一个样子。我们是打造的首条24小时不打烊的一个室外步行街。目前的话呢，是由我们自己做服务性的一些招商，由我们来做。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一楼的商铺现在不卖呢？不是因为说要待价而沽，包括说我要藏着不卖，是因为真的是要先租完大商家进驻之后，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我的大商家主力店，我们目前的商家登记商家已经有300多家了，但是我现在都不落位置，所以就会有很多包括咱们的那个创记的业主有问我，我的商铺什么时候帮我租呀？我说你要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要先租主力店。听唔听明啊？大家即系咧，而家我有啲V 家嘅客户咧，可能买咗啲商铺，咁可能你就买咗一间两间嘅啫。咁有好多都有揾到我啊，咁我都有发俾阿陈总。咁咧，因为而家佢先招大嘅主力店，招咗啲大商家先。咁啊，嗰啲小商家咧，佢啊跟住最后嗰批咧，先至招小商家，因为大嘅主力店落咗位咧。就佢容易去佈局啊嚇，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嚇，因為佢哋咧就即係招商，即係品牌就先見咁多係手啦。咁同埋咧，大家留意啊，佢呢係24小時嘅步行街嚟嘅。咁慢慢佢個商場，佢夜晚會收幾點啊？大先生嘅商場還生10點，10點鐘就收噶啦。咁有10點鐘收，所有呢個商場裏邊啲客就會齋一聲出曬嚟噶。咁有啲冇咁快翻屋企噶嘛，咁啊就會谷曬落去呢個步行街呢啲商家啊，1、2樓啊、2樓咁樣，同埋呢個係第四代咧，我考察咗你好多你哋啲萬達噶啦，咁啊早期嗰啲咧，坦白講，嗰啲扶手電梯啊，同埋啲觀光電梯係比較少嘅，所以咧早期有啲可能2樓啊或者等等可能比較清淡啲嘅，但係你呢個第四代咧，我發覺啲扶手電梯啊同埋嗰啲電梯個密度係非常之高，將1、2樓咧同埋個商場同埋公園咧係完全係貫通曬嚇，咁所以咧就呢個真係。經驗咧，呢啲大數據嘅經驗咧，就使到大家更加安全同成熟啦。好，繼續。對，這裡的話呢，就是除了有手扶電梯、觀光電梯之外，我們做了非常多的連廊，所有的商鋪可以連接，有網紅的天橋，包括在這裡的話呢，都打卡點啊，都可以做很多的。對，除此之外的話呢，我們的商鋪的大小也做了改良。以前的萬達廣場4米宽。20米长，非常的宽，油炸鬼咁。哎，对对对，很窄很窄的。但是的话，你像这种卖什么呢？卖钢材吗？系啊。所以的话，现在我们把它做成了很小的商铺，上下可以打通，左右可以打通，前后可以打通。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更组合、更灵活一些了。聪明。对，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在做这些商铺的一些规划的时候的话呢，都会有意识的去跟客户的话呢，我们先租一些比较面积比较大的整租，然后再来租一些小商家。
这里说的二十四小时不是一定要强制商家二十四个小时开业哦、嗯嗯。你像一些零售业态，它是不需要二十四小时开业的、嗯，包括一些小吃类啊，它也不需要二十四小时开业的、嗯。但是我们的一些娱乐呀，像 KTV 啊，嗯、像这些什么粤式的茶楼啊等等，它是可以做到二十四小时开业的。所以你要把它聚在一起，对，啊、聚在一起。对，对，因为咱们的万达广场的里面是十点钟关门，哎、我们度假区的那一条1.8公里的特色小镇也是十点钟关门。哎哎，对，到十点去边呢？对，你去哪里玩呢？而且整个鼎湖这一块的话呢，鼎湖区包括像新区，就是目前的有华侨城、有龙光的，也是做旅游的，嗯、是没有商业中心的，只有这一个。嗯、包括现在目前肇庆自己现有的商城，它的中心区的商业都相对来说的话呢是比较。我上次去你哋嗰個萬州嘅萬達廣場，夜晚12點啊、1點啊，都好多人啊，對對對，都不睡覺的。目前的話呢，整個端州老城區的端州、啊，它的租金水平現在因為很成熟了嘛，現在已經在300到500塊錢，300到500一樓啊。但是呢，这种商场的话呢，在前期的话，因为它刚刚开业，刚开业的那一个月一定是人山人海，就冇要求咁多啦，啲租金系。但是后面的话呢，就是后面两年，它是一个因为。所有的客户群体可能来消费完了之后，还是会回归他比较熟悉的那个商圈去消费。Okay. 所以的话呢，像这种商场，它是需要养商的， oh. 我们叫放水养鱼。放水养鱼。对、嗯，这样的话呢，就是慢慢的就会，你要把商家的消费习惯培养起来。嗯、大家要知道，在这里的话，哎，很方便，吃喝玩乐、嗯、都会有。然后的话呢，还会有酒店，就一站式的一些服务来做。嗯这是未来开业之后的样子，所以大家我们的业主的话呢，我们也是告知业主，前两年的话呢，租金稍微的话放缓一点点，而且越是大商家，越是主力店的商家，他的租期越长，租金越低，因为大商家他的投入高嘛，可能他投入的话都要大几百万、1000万，他的装修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他对租金的承受能力是没那么高的。相反，一些小的商家是比较高的，但是小的商家可能的不稳定性就比较多。哎，可能做了两年就换一个商家。以你的经验呢，以你的经验，现在全国有那么多万达这种商街，大概有守多少年的租金会比较真的回报率比较高？看地方的、啊、比如说像现在广州的，你像做得非常好的是像罗岗的万达、啊、还有像番禺的万达、啊、还有像广州的这个万达、啊、目前的话呢就是2到3年就出来了，2到3年就到了，对、嗯、但是有一些比较偏，还有包括像东莞的、嗯、东莞的东城万达、嗯、还有后街万达、虎门万达、嗯、都是在3年之内就守起来了。那以我的经验，上铺的升值空间就是租金，与我租金水平越高，我的卖出去的价钱就越高，对对对，所以就是头几年肯定要守一下，但是如果以后他的租金往上涨的时候，就代表我的上铺的价钱也涨了，是吧？这个意思啊。你像我是武汉的，早期的时候，我爸爸在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就买万达的商铺。哦，那个年代，不是、啊，是二代店，就是在步行街那一块。步行街那个。对对、哦，应该是很早很早的、哦、二代店来的。哦。当时我们买的时候比较便宜。便宜啊。1万多块钱一平方。Okay. 但是的话呢，我们3年的时间换了9个租户。但现在的回报率是多少呢？现在的每年的回报率是20%多。30%，哇，对对对对 ，OK， 早就已经回本了啊，早就回本了。2003年买的，几年就回本了，都不用卖了，已经回本了啊。前期没有，前期的话还是守了10年，不是就是10年回本了。实施商铺根本不用千万不要那么快去卖，是吧？对对对，商铺你守了那么多年，他已经忘了，你就把它卖出去，是太浪费了。商铺其实是这样子的，好的商铺你是不舍得卖的，系啊，不好的商铺你是卖不出去的。冇错冇错冇错，所以成我哋讲一铺养三代，唔系等于话佢升到好夸张，而系话你个铺咧旺咗之后咧，打死都唔卖就咁解。其实咁嘅意思叫一铺养三代。对对，我的爸爸是比较喜欢投资这种商业物业的，嗯、所以他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成年礼的话呢，就是送一间商铺给。哇，咁好噶，唔好俾我仔听到啊，大镬。OK， 好的。Okay.所以的话呢，商铺是要守，如果做得好的，您后期是不舍得卖的， okay, 不会卖的。Okay. 不过又真的很多父母真系系会买啲铺送俾啲仔女嘅，因为佢觉得铺咧系长期收租啊，即系长远啲啊吓。因为楼咧，你揸住间楼几十年叫旧楼，铺咧几十年你个位旺咧，永远都系越嚟越旺，系嘛？对对对。
啊，这是未来的话一个打造的。那个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些大商家来的。目前的话呢，是租了700多方的一个24小时的。目前他在整个鼎湖区的话，是生意最好的一间月。我去过啊，喝茶啦，我同阿威威嗰啲去过啦。非常旺。哎，非常旺，东西很好吃。就进去喝茶，咁就 take 啊嘛 ，take 完跟住有点心过来了嘛。对，这个很好。24小时的。24小时嘅，哦，我都唔知24小时哦。24小时的。OK， 它是所有的24小时还是节假？它是24小时，所有都是做24小时的，即系饮埋夜茶可以。对对对，因为广州这边的话有夜茶的一个习惯。即系我今晚可以去饮茶喎，咁啊。是的，这一家这个店的商家的老板的话呢，在广州这边开了很多家店了，在整个广东省，应该开了7、8家了。OK， 对，每一家都做的生意非常好。可以啊，呢间可以，呢间可以。对。我们做的啊，这个是派对 KTV， 做得非常的漂亮。哇，呢间你俾嗰啲片我睇啊，呢间很靓啊，呢间。对，它是做集派对轰趴，然后以这种旅游为一体的这种。诶，呢啲都系肇庆嘅开店噶咯，啊，呢啲唔系新牌子嚟噶。对对对，而且他们在广州目前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待会我会放两个视频给大家的。啊，好啊，好啊，好啊。这一家商家，他除了做这种派对 KTV 之外的话呢，还有做网红的酒吧啊。肇庆这边最旺的酒吧就是他们家的，待会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山人海，下次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呀，去玩一下呀，系咪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其实都好喎。嗱，我识个陈总，迟啲咧，我想嚟咧，你有啲大商家咧，带我一齐去吓，去体验一下，系嘛？好的。吓，咁我啊是抵啲去唱下歌啦，到时。好的，目前是已经签约的商家，我才会给大家。好啊，好啊，但系我哋跟住我拍俾观众睇，咁大家有啲信心吓，因为咧，其实啲本地品牌咧，佢本身做得好咧，佢过到嚟咧，佢识得营运啊，带到好多，即系我哋叫吸引多啲人流啊。OK， 对，我们引进的目前的大商家要求都不可以是没有做过的，哪怕你有钱都不可以。是啊，我哪怕说我低一点的价格会给到你，然后的话你把这个场子你要带起来做旺，但是不以租金为目的，我要的是你能够在这里做长久做稳定，然后把厂子做起来。所以大家听到一句说话，我顺便都讲讲啦，大家真係，如果大家係好想大家呢個長住最好，有咗陳總喺度做招商，咁大家真係到時去揾你哋咧，因為而家有啲到時佢都會聯絡你哋，可能啲品牌好好，但係個租金可能真係唔高，就我真係希望大家咧幫幫手，即係唔好要求咁高嚇，因為咧租金高其實唔係好事嚇，因為嗰啲大品牌做得好咧，肯定個租金係要低啲。其實我當時地王廣場就錯咗呢樣嘢，你講啱。通常嗰啲創業啊冇做過啲，佢就會肯俾好高租金你。喂，但係嗰啲唔識做嗰啲咧，佢有啲做幾個月。關門㗎啦，即係佢哋冇經驗嘛，冇品牌嘛，嚇咁嗰啲初期又你好開心，哇高咁高租金俾到我，但係你要諗下，佢頂唔頂得住咧？佢捱唔到落去，佢做個生意都咁唔夠冚租金，一定係走㗎啦，係咪？即係你冇咁，即係我嗰陣時啊，我即係唔好諗得咁幼稚嘅，即係咁講，你明啊？咁所以反而啲大品牌啲有經驗嗰啲，咁啊佢哋反而俾啲好嘅租金，我哋叫放水養魚係嘛？初初幾年平啲租俾佢，慢慢做旺咗。走不掉嘛。对，而且你的客源稳定了之后的话，你不可以走了的。没错没错。所以有一些商家的话呢，可能业主的话呢就觉得，哎呀，我签短一点，我签个两三年。其实你签两三年的话的后期的话呢，其实对商家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般的话呢，我们会建议稍微签长一点，这样子的话，您的租客就可以稳定。哎，其实呢人之常情啦，你就算我嚟开铺，你个租约签得短。我點肯等多啲錢裝修啊？係咪先？好簡單，你又租金貴，嗰啲租約又唔長，譬如你簽嗰2年俾我，你叫我抌100几万落去裝修，我唔係傻啊嘛，肯定唔制啦。但你簽長呢個租約，你個租金合理，佢反而諗住長期喺呢度做，佢咪抌多啲錢裝修。佢抌到咁多錢裝修，佢唔會立亂走，佢唔會話做啊，做1年半載就走咗。呢個就係我又係以前吸收翻嚟嘅失敗經驗啊。啊，我心裏就發覺係咁，其實真係好睇個裝修。同埋我順便都講啊，嗱，因為我知道我有啲 V 家嘅客户咧，而家我有創業二啊 ，OK 嚇。佢咧就諗住喺度有啲都係買鋪咧，自己開鋪嘅。記住唔好慳錢，做啲靚啲嘅裝修嚇，即係唔好我哋香港嚟嘅 face 唔好丟臉喎，你叫做你明啊？人哋而家你咩？而家人哋啲品牌喺內地品牌，我都有拍過俾大家聽。佢哋而家內地啲品牌咧，好肯抌錢做裝修喎，做到啲裝修好有特色，好靚嘅喎，好肯抌錢啊！所以咧，我哋過到嚟啊，你都唔好話哇，做到間譬如你開間茶餐廳，做到即係簡簡陋陋咁，肉肉酸酸啊，係啊，過嚟俾啲心機，大家做好佢，抌靚啲嘅裝修，做好啲服務，請好啲嘅人，大家一齊將呢個場做旺，做旺咗就真係一鋪養三代啊！嚇啊！
直播是我们在广州的那个文旅城做了一个香港街，到时候我们下一次去华侨场、啊，我去过，我去过，那个香港街做得好喺融创里边啊，我应该有拍到嘅，里边有好多咩鸡蛋仔啊，好多啲香港茶餐厅咁，下次咧就因為現在廣州還未全開放嘛，我約了陳總到時候去考察一下，同埋就透露少少，而家阿陳總都話可能咧會喺你呢個商場，可能會搞個香港街，係嘛？如果睇你搞唔搞得成嚇，咁到時咧我哋就去考察一下啦。啊，目前這些大主力店的話呢，商鋪的話呢，除了已經賣了的。有一些二楼铺之外的话呢，其他的我都不卖了，都不卖。Okay. 但是这一次的话呢，应沈博士的要求，我也是首次拿出了这个海鲜餐厅的一个商铺，大概有800多方，800多方。即连租约噶咯，即我一买已经系带租约的，带租约唔使再八年的租约，带八年租约先。目前首次的话呢，是对。系啊，哇，好啊，好啊，系几多楼嘅铺嚟噶？一楼的，一楼铺大概几多钱一间到啊？单价的话呢是2万多，两万几。总价的话呢，应该2万5左右吧，单价。总价的话呢，应该是在130到150左右。130到150万，系大晒租约，八年嘅租约喎。八年的租约。回报率有几多啊？5%左右吧。5%到，嗱，5%对香港嚟讲好好嘅，知唔知？5%对香港，因为香港利息好低嘅咋。啊，咁啊，阿波。就唔而家唔好提阿波，即係好多啲買鋪投資咧喺香港啊，有兩厘幾啊，已經好巴閉嘅啦，已經嚇咁啊。OK， 咁係一樓鋪有埋呢個海鮮餐廳嘅租約八，就有八年嘅租約嚇。咁啊，大家有幾多個鋪到啊？呢個鋪12间，有12间嚇。咁啊，大家有啲啊有錢投資嘅觀眾，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咧同我哋呢家洽談啊，我盡快去同阿陳總攞多啲資料俾大家，好嘛？嗯，好的。这个它那条街是主街道的一条主街道的。嗯，头先你讲嗰铺系主街道，即系靓铺靓位嚟嘅。对对，主街道，而且前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奥特莱斯的折扣店。哦，奥莱的话呢，是我们的主干道。即系奥莱对面嚟嘅。对对对。OK， 好啊，靓位。不是奥莱对面，就是主街道。待会我会在平面图上给演示。咁好简单咧，100多万香港就买到个车位嘅啫。咁呢度可以买间街铺，仲要连埋八年嘅租约，有五厘。所以买的话呢，一定要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八年。你说要配合，只租5年不是可以的？就唔得啦，系啦，系啦，系啦，调翻转一定年租约吓。咁咧就嗱，你自己识计数，香港人，你计下而家买个车位，你跟住租翻出嚟，你喺香港有几多厘？你自己计完，你知咩事啦吓？呢度可以买间街铺，你仲可以街铺升值啊？系咪？你分分钟街铺你做得旺吓，即系以倍数升噶嘛？你个车位香港而家会唔会以倍数升啊？系嘛？咁所以咧，大家识得去拣啦吓。这个是有一个木竹，我们会有1100方的。其实万达的话呢，在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大数据的分析了。我们包括招商的话呢，也是通过数据分析的。我们分析了最近周边的，就是来这边旅游啊、度假呀、来项目的2万组客户，然后做他的大数据分析，会发现他们常去的一些娱乐品牌以及餐饮品牌有哪一些。这最玩的咩？对对对，我们做这个的话呢，因为有做大数据的分析，所以我们会分。分析他们的消费习惯，他们喜欢去哪里， okay. 会发现就是对于肇庆的，对于木竹的这个的话，真的是非常我都中意 啊！对对对，1100多方的一个木竹的城，然后包括像城市英雄啊，包括 KTV 啊等等啊，他们喜欢去哪些家，我们就从用大数据把这些他们的一些数据调出来。自己大数据的一些调取的一些路径的话呢，都是非常准的啊、我在这里就不剧透了。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因为这些保密，我就不对外给大家去做。这个已经招咗噶啦，已经。已经招咗。啊，已经招咗啦。对。OK。这个的话呢是东城，不是特别清晰啊，来看一下，这是东城。哦，我去过了，我要拍了。旺的。这里的租金。好旺。这里的租金的话，这里是12年开卖的，14年的话呢是正式开业，目前的租金应该在一楼在300多到400多，哇，一楼300-400，OK， 对，二楼的话呢是在100多到200多，哎，他很成功，对，因为我看到他二楼都有很多很好的餐饮品牌哦，对对对，啊，真的做了很小的，因为通常二楼就是有些小店的，对对，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拍了给所有观众看，我说你东莞这个做得很好，我做的第一个万达就是这里啊，原来是他的作品来的，OK OK OK， 因为在东莞这个场呢，我拍了，他是二楼都这么旺的。
啊、完全二樓，因為我哋而家都有埋啲二樓鋪，咁原來係陳總嘅作品，咁大家就知啦，即係由畫家就係佢嚟嘅。我那個時候還不是做項目負責的，我那時候在這裡是做經理，就是第一個。同埋佢有一邊街咧，就係夜晚就係做酒吧，做酒吧做燒烤，飲下啤酒啊。我見佢夜晚好夜都有人坐喺嗰度嘅，而且咧佢俾佢啲台擺出嚟啊，咁個空間都好大下啦。也是有两年的一个首铺，两年当时轮换了很多商家，初初就筛选了，走了两年、两年之后的话，这里已经很旺了，可以啊，真的可以，很漂亮。目前这里的话呢，是东莞有两个商业中心的话是最旺的，一个是南城的国贸、一个的话就是这里了。 OK， 好，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场呢，我夜晚去了一次拍了的，大家上 YouTube 搜我，搜这个东莞这个的万达商场呢，咁啊入去我拍晒俾大家睇，仲喺嗰度食咗嘢，好好食添。OK，这个是后街万达，也是一样的。对，哦，都系咁。当时是在2014年卖，它有一条人工湖，叫这个街叫后海，我们叫沁园坊嘛，后街叫后海，现在也是很旺的，在当地，守了两年，也是守了两年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是罗岗，广州的一个罗岗的一个金街，它做的比较有岭南特色的一些，哎，对对对，在一楼的话也是非常旺的。目前，整个广州的几个像白云、罗岗、番禺、增城，金沙洲最旺的就是这个，最旺那种啊，对，人流量是全国来说的话呢，都是可以排前十的。这是南昌的万达的一些金街，美食特别多。南昌系啊，对对对，每一个其实每一个万达的它的金街的话呢就不一样，只是呢以前的万达的话呢，它的室外街它是我们是不出租的，我们是不帮它去进行招商的，从2017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招商。其实你像你刚才看到的东莞东城也好，还是后街也好，都是自己招商的，就几个就是都是自己来的，都没有规划的，就是自己通过这种品牌的更换，所以买完之后你自己搞定，哎，自己搞，对，所以的话呢，他能做到这个样子已经算非常快了。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帮助他，帮助我们的一些业主商家，因为如果我们招商不进来的话，业主其实是很难形成这种租。你想一想，有一些二楼的业主，怎么可能会联动二三十家，然后做一个大的主力店呢？所以你呢个本嘅商铺系好适合我哋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唔系呢边啊。你话叫我买完铺自己就系招商，系玩下点搵啫。咁但系你哋而家有团队帮我做招商，我哋咪放心啦。咁啊，加上陈总你咁细节解释俾我听，咁我哋又放心咯。所以对一些一楼的带租约的商铺的话呢，我为什么不对外卖呢？我不希望，我要是一间间的卖是很好卖的，但我不希望这样卖，我希望更多的是好朋友们在一起，然后联动的这样卖。买联动的买的话，这样的话呢，未来八年之后，如果我们已经走了，已经不在这里做经营了，对吗？那么我们的商家跟业主要签合同的时候，不希望比如说十二间铺，他对十二间商家、十二间业主，他很难谈的。所以的话呢，希望能够对一到两个，然后两到三个这样子，他的话呢就更好做一些。这是我们目前在网上收的一些价格啊，在安居客呀、链家呀，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可能租金的一个水平。Okay. 不过呢啲咧系要做旺咗噶，唔系乌谂住一啱啱开始有咁高嘅租金啊，放水养鱼啊。对对对，看一下视频。大家看一下，我放了两个视频啊。哇，那个 KTV 对，是目前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些 KTV 的商家，就是木竹和 KTV 都是他的。他目前的话呢，一些产业看一下啊，这是网红的那些，有点卡，有点像演唱会哦。哦，是啊，是啊。对，现场，这是现场来的。哇，装修好漂亮哦。对，这个做了4000万，装了。4000万。他跟我说一年就可以，一到两年就可以回来了。哦，哇，陈总你一定要带我去，带我去劈翻两杯。看另外一条，对，另外一个做得很好哦，就有点像演唱会的感觉。系啊系啊，对，似呢啲最紧系气氛好嘛。对，而且他有这种空中飞人。18米高的一个吊台，对，所以我们招的商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在当地，而且特别懂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啊，所以他做的话，他做的像轰趴呀、派对的这种 KTV 啊，就不再是像之前的这种，不是这条。所以陈总好有心啊，嗱嗱，大家睇到头先佢做个 PPT 啊，做得好靓，好有心，亦都准备好多资料俾大家。酒吧哦，这不是演唱会，这是酒吧。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玩一下，好不好？要啊要啊，我现在已经想去了。这里的老板跟我说了，只要我去的话呢，会给我最中间的位置，升降台的。OK OK。对。同埋我想讲你哋今年嘅11月26日开，系咪？如果咧香港即係疫情啊等等快啲通關咧，咁就好啦。啊，我哋啲香港觀眾或者買咗鋪啲觀眾就可以過到嚟參加佢呢個萬達廣場啦。嚇，咁啊太好啦嚇！倒回去，倒回去，關掉，關掉，關掉，這個平面圖，對對對，放大一點。哦，大家看一下啊，整個布局。看一下，好，就這樣吧。好啊。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里的话呢，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啊，这里的话呢，一楼的话呢，我们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新时尚的，还有一些零售业态的。二楼的话呢，是有小朋友的一些互动的一些空间的，小朋友游玩的啊。然后三楼的话呢是餐饮的，整个三楼都是餐饮。四楼的话呢是高能的娱乐场，整个挑高的话呢是8米的。然后我们做的规划，刚才我说的星光大道的规划，两边。都必须是这种。我看到有香港主题街喎。对对对对。OK， 嗱，如果有啲系香港品牌嘅老板，如果你想嚟过嚟肇庆开业，而你个品牌系做得好嘅，欢迎你嚟揾阿陈总啊，我可以帮你介绍佢俾阿陈总识吓。OK。啊，对，我们有一楼的商铺，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最中心的位置。嗯，好靓个位喎。大的位置，这里过去就是奥莱的奢侈品的一个折扣店，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两边的话都是音乐餐吧、清吧这些。整个二楼这里的话呢，都是以一些休闲娱乐、木足私人影厅。网红直播、桌球、密室逃脱，以这些为主。然后这一边的话呢，有艺术培训的一些。两边是九楼啊，二楼的话呢是 KTV， 来做这些啊。所以我们整个规划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中间这条是主干道来的，规划的都是一些大的主力店，那些一两间的我们是不可以在这边的。OK， 啊，像我刚才说的12间的，就是在这个位置。明白。然后这些都是大的品牌店来做。嗯，因为这里的话是通车的，而且这里有很多的网红的连廊，可以连通到所有的。像这里是首富电梯出入口、观光电梯，看到没有？观光电梯、首富电梯都非常好密啊，系啊，做得好密、啊，很密集。商场的出入口都在这一边，商场这些，哎，对，这里的话呢，因为这里的话呢是大马路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会有很多一些品牌的一些餐饮。度假村系边个位啊？度假村在这里，在呢边啊，即系度假村到自己人流咁样行过嚟啦。对对对，两边都可以，就等于说我们的人流量都非常的四通八达。发达，而且周边的小区的入住率的话呢，因为现在商场的话开业了之后的话，人流量也会大起来。系啊，同我见到呢度侧边亦都除咗好多以前住入嚟咧，有好多新楼盘啊。对对对。咁迟啲去交楼咧，都好多人住入嚟。对，因为现在他们很多不住的话，也是因为生活配套不方便。冇错冇错冇错。对，没有超市呀，没有一些购物的地方啊啊。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发给沈博士您的。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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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呢啲啊真系本来不公开嘅。这个还没有公开过。啊，冇公开噶。公开没有，还公开图来的。因为我们在招商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会根据招商的情况来进行主力商家的一些调整，来整个街道进行调整。所以我现在的话呢，很多商铺不卖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所以我所有的因为我可能做过运营啊，做过商业这一块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不是以卖为目的，希望的话。以后业主的话呢是能够做的会很好的， okay. 买完之后的话呢，你能够后期的一些收租的一些收益啊，都会非常好，这才是我们的一些初衷来的。好，非常好，不是说卖完之后就不管了。嗱，所以咧，头先听完阿陈总一直咁样介绍，大家应该就将成个万达广场成个营运啊、招商清清楚楚啦。咁咧，所以咧，如果你话大家投资买铺的话咧，咁佢呢个万达广场咧有个地方好、哦。呢、这個細細地個總銀碼，佢又有二樓個鋪 ，OK。但你話喂唔係喎，譬如有啲譬如而家有啲觀眾或者啲經驗嘅投資者，我可以即係專係買啲靚鋪嘅，佢亦都有一樓嘅靚鋪，甚至乎連埋租約。咁啊，大家咧就百貨百客啦 ，OK。大嘅投資者、中嘅投資者、小嘅投資者，其實都啱嘅，都係啱到你嘅，好嘛？咁而且咧，頭先聽完之後咧，其實整個招商董所有嘢。其實都阿陳總都運籌帷幄啊，佢咁講，而且咧東莞以前亦都係佢負責去招商去營運，咁咧東莞就一個好成功啊，所以我嗰次我係特登落去東莞，因為我知道你嗰度做得好成功，我特登落去親眼睇係咪真嘅嚇，咁啊結果我嗰日去到夜晚12點啊咁樣，嗰、那個酒飲啤酒啊食燒烤嗰邊哇好多人嚇，咁啊個商家同埋二樓好旺嚇，呢、這個我都係大開眼界嘅，咁而家呢個咧就最新版本嚇，咁啊大家咧其實就可以咧。
即係放心啲嚇，因為咧佢哋吸收咗好多經驗咯，好嘛？咁啊嗱，時間關係啦，咁大家而家有咩問題想問阿陳總嘅，而家就留一留言喎。咁同埋如果有燒控嘅，就可以黐黐個燒控啦。OK 嚇，咁咧有咩趁阿陳總而家喺度嚇，咁啊今日就唔好意思啊，搞到陳總咁夜，所以很少諗乜玩，是吧？不会，有时候经常会有。因为你哋售楼处理，其实应该晚上都不开的嘛，是吧？开的。哦，晚上怎么开的吗？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以前的话呢是比较早下班。OK。但是现在的话，因为临近开业了，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呀过来这边，所以的话，我们晚上的话也有客户。对，越临近开业，因为我们十一月份就开业了嘛，要做准备了。对对对，而且很多客户量的话呢，就有外地的商家过来，他们有一些也会买的。商家自己买，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商家是自己买的，自己买不买的，对，自己聪明啊，自己买下来。哎，现在内地的铺这么便宜，他们也怕到时候做旺了之后的话，业主就涨租金，所以有很多商家是自己过来买的。其实坦白说，你两万几蚊一平，你买珠海买楼都要啦，买猪仔都要啊，对啊，是吧？你现在买个街铺，买个商铺哦，还有旁边有弯道哦，是吧？还有你们的使用面积很高哦。对，我买猪仔还要分摊呢。对啊，以前的万达的话呢，使用面积没有这么高的，像广州的那个一楼是80%，二楼是56%，三楼是46%。哦，点解咧？就是当时因为可能，前期的话呢，有很多连廊啊什么之类的，就比较其实分摊咗，分摊了。现在的话呢，我们的使用率都很高，像 S 九的话呢是87%。系啊，分摊到好，即系嗰个使用率好高啊。对对对，使用率非常高的。因为以前我哋去其他啲城市有啲商铺分摊率得50%嘅咋，知唔知？啊，对对，系好正常啊，商铺分摊80%好正常。对。咁而家你哋新一代嗰啲就真係咧，嗰個使用率好高，因為使用率高咧，你除翻住宅的話，其實佢唔使咁多錢嘅，根本嚇個使用率嚟講。好嘛，嗱個攝影機再數一數呢邊，嗱啱啱又多咗兩間啊 ，OK， 嗱呢幾間係賣咗噶啦。嗱，同埋我都最後同大家講聲啊，嗱，今日大家呢個銷控版見到嘅貨咧，咁咧我哋 V 家咧就係首先推賣嘅，咁咧。咁啊，一直到聽日星期日嚇，咁咧就大家就賣即係賣得幾多賣幾多啦。咁如果剩翻嘅咧，咁啊我都會交翻俾阿陳總咧，就俾本地客咧都可以有個呢個買呢個鋪嘅權利嘅。OK， 咁不過我做直播，阿陳總又俾面子我啊，博士俾你啲觀眾揀先啦，咁樣好嘛？咁咧就大家就記住啦，如果你有睇啱嘅咧，你就快啲喺 V 家嗰邊落實佢啦，好嘛？咁我只能夠 hold 到兩日嘅啫。OK 嚇，好嘛 ？OK， 咁啊，大家有冇觀眾啊？有冇觀眾問問題？因為我個電話唔知點解搶唔到網喺度。有觀眾問就係嗰個水上樂園大概幾時開咧？水上樂園的話呢，估計要等到2025年的時候，但是具體以我們官方為準。我們目前對政府和對觀眾承諾的，就是我的開業時間，因為要按照我們的節點來，因為我們自持業態非常大嘛。目前我們對外所有的對外公告的，就是今年開我們的萬達廣場，商業中心。明年的话呢，开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开一个会议中心，2023年的话呢，开到我们的滑雪场啊。后面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公示。不过我咁睇，因为你呢个旅游项目太大啦。对。咁如果对你个万达广场个人流量咧，最主要都系滑雪场。因为滑雪场系靠近你呢边噶。最近。系最近，同埋入口亦都系最近呢边啊嘛。咁啊，同埋早期你万达度假区卖嗰啲住宅，亦都喺呢边啊嘛。所以最早期你哋嘅做法好聪明。即係最早期的人流聚集都喺翻呢個區，所以我覺得影響唔係咁大。但你話咪再遲多幾年之後開埋個水上樂園，梗係更好啦。但係嗰陣時咧，就可能咧橫跨咗另外一啲嘅區域噶啦。OK 嚇。而且我們是邊建邊開，邊建邊開，分期咁樣開咯。對，分期，因為地太大啦。而且旅游项目特别多，这个目前的话开起来的话是全国最大的，所以的话呢，开发的时间周期会长一些。所以咧，真係喺呢一個咁。大即係全中國最大嘅一個旅遊項目，加埋個萬達廣場。咁如果你話喺呢度能夠買到商鋪咧，其實就真係只有呢次嘅機會嚇。咁你下次喺中國裏邊，你話有冇可能再重複到有咁大嘅旅遊項目，加埋萬達廣場啊，加埋咁多住宅咧，真係唔知有冇啦嚇。我諗你都唔知啦，係咪？我們其他的商鋪都是自持的，只有住宅底下，就是現在度假區賣的住宅底下可能會有一些商鋪，對小區的一些可能會對外賣，其他的都沒有商鋪賣，全部自持。好，仲有冇問題啊，觀眾？仲有觀眾問咧，就係如果係買咗啲大租約嘅話，個租約係幾時簽？
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你签订，然后在八月份的时候商家，我们是八月份商家就可以进场装修了。哦，八月份装修的时候就开始，等您交完钱交完全款之后，到八月底的时候我们签正式的一个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话呢，是一般在广州的话呢是两押一租，押两个月的租金，嗯，然后给一个月的租金，嗯，然后其他的租金是按月交付。嗯，这签约的节点大概八月份到了。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就要签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还没有交付嘛，还没有交付，只能签我们的意向金，意向金是不可退的。嗯，租户的意向金是不可退的，嗯，是不能退的那种，嗯，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业主买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签一个承租意向，因为我们怕到时候业主买了之后不租给他了。系啊，他又想租，他又不租给他。正式的拿所有的租金是在八月底进场装修的时候来拿定。好，好清楚，好清楚。咁有觀眾問，因為有一啲係話八年嘅租約啊嘛，咁係咪話八年都唔可以加租咧？有的。有加租条件的，每一家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不告知了。一般两年会有一家，会有递增。咁你刚刚讲个海鲜店咧，嗰个八年有冇递增咧？这个买完之后才能跟业主说，就是你要买的时候，我们再单独说，因为每一家的条件其实会有略微的不同。嗯 ，OK， 好。我就不在公众平台去说他的租赁条件，私人包括他的租金，系啊，费事俾人哋知道嗰个品牌原来几钱租翻嚟啊，唔好啊嘛。对对对，我只告诉您租金，告诉您租期、租金和那个租赁条件和递增方式，在这里就不告知您了。嗱，今日我哋嘅直播咧，大概都系做到十点钟到噶啦，咁而家仲有五分钟，咁啊，大家有咩问题，趁阿陈总喺度就好问埋佢咯。有观众问呢个管理费系点样计法？管理费是五块钱一平方，物业管理费，我们的广场里面的管理费是50多块钱一平方，咱们这边的话呢，沁园坊的话呢是五块钱。哦，五蚊好平喎。五块钱一平方一个月。OK。咁但系如果租到出去咧，就系租客俾啦嘛。对。系嘛？租咗出去就租客俾啊，记住啊。咁只要你阿陈总帮你间铺租到出去咧，其实基本你就唔使俾任何钱啦。只是收租的。对，而且我们是服务性的招商，我们是不向业主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哇，不收佣的。如果有工作人员向您收取费用，可以打电话给我投诉。不收佣的，记住去帮你招商，是一个服务来的。是免费的，服务性招商来的。OK， 好。对。另外有观众问呢，就是这个租的租金呢，是他跟商家直接拿，还是怎样一个形式咧，一下點樣收到個租金？交完錢之後，業主交付完之後，如果我這個租金租户是已經租出去了的，業主在交完所有全款達到交付條件的時候，是直接跟商家簽。哦，直接簽租約。對。咁就直接商家俾租金你嚟。對。目前的話，因為我們現在是直接跟商家簽嘛，到時候這個商鋪出售了之後的話呢，是直接跟商家簽。嗯。啊，我們就不參與其中了。即係你哋其實就真係做一個服務嘅啫 ，OK， 做個招商服務，免費嘅招商服務。對，我們會轉換這個租賃合同。太好啦嚇！咁都有一個比較敏感啲嘅問題，就有個業主有個客就想問嘅，免租期會有幾耐？免租期不太一樣，免租期我們一般的來說的話呢，是要到。就是我们的售楼时间是11月30号，但是我们提前会让租户装修，提前装修。我们在售楼时间之后的话呢，至少是要有3个月的免租期的。嗯，如果是因为大的主力店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嗯，一般来说至少要3个月。不过睇下去咩行业啦，如果餐饮行业通常免租期都要长啲噶啦。对对对。但系咧，我就认为咧，如果佢属于呢啲餐饮行业，免租期长咧。其實是好事，因為等於佢會抌好多錢做裝修，佢先做咁耐嘅啫嘛，係咪先嚇？因為前兩年都要守的，像我們跟大商家、大的主力店商家開玩笑，我就跟他說：我說希望你這兩年能夠維持你的本金啊，如果能少賺一點就更好了。然後他就笑，他說：我希望我亏得少一些，因為前兩年的話是要守的。大商家其實都知道，而且他們在前期裝修的話呢是會。花费非常多的一个装修费用的，对，他说只要2年能够就是不亏钱，我就算非常开心了。所以其实放水养鱼是双方面的，业主又是，其实个租客都是，租户一样的，系啊，但大家记住一样嘢啊，我都真系好认真提醒大家，投资商铺是一个长远的投资嚟噶，同大家买楼啊买股票是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把眼光望遠一點，對對對，不要這麼短線，頭那幾年就租金又好什麼都好，就譬如即你明白，即哪怕商家，因為商家跟你一樣在捱著的，那你不要捏死他先，那這個是很蠢的做法。所以你投資得商鋪，你把眼光，這個世界很公道的，說我商鋪一買就升值，一買就收很多租，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好，沒人買樓，沒人買鋪，沒人買鋪的產品是 跟住宅是真的不同的、OK? 如果你接受不到商鋪這種投資的方式，長遠一點你就買住宅咯，你可以選擇的嘛，沒人逼你的嘛，是吧？但是、啊、不是，我看長遠一點，因為大家香港人很明白，香港人的商鋪你 買中了，哇，真的幾代人都開心，是吧？你不要說什麼旺角銅鑼灣，現在香港你有間鋪在上水、啊、元朗那些地方、啊、我屯門的地方、啊、哇，都開心了已經，因為以前都是很便宜的，都是咁談物，但你睇翻歷史以嚟咧，佢早期都係捱咗好耐，早期上水嗰啲係嘛，嗰啲鋪係嘛，有幾多客咧？嚇嗰陣時淨係本地，即係譬如啱啱淨係上水嘅居民，嚇又點會有好多好多消費咧？但係收尾啊，上水有咗個火車站係嘛，又有咗好多自由行位等等，哇！嗰啲鋪旺到不得了。呢、這個係大家一定要係商鋪投資，係長遠嘅投資。OK， 佢條曲線係咁啊，商鋪條曲線係咁樣嘅，即係升值曲線啊，你記住。我沈博士話俾你，商鋪嘅升值曲線係咁樣嘅 ，OK？ 你明唔明？即係話早期係錢嘅，跟住咧，但係去到某一個時間，佢啊營運得好好嘅時候咧，哇就飆上去嘅嚇。呢個係我嘅經驗之談嚟㗎，冇呃大家㗎嚇。您像我家當時在零幾年買那個商鋪，當時買的時候是30多萬，很小，30多方，現在應該可以賣到400萬。係啊，總價。然後租金的話呢，現在每年也是很高的。你知不知道十几万？哇！你知道我年轻，我也有个我的故事。我以前在香港，我以前在香港黄金商场一样，我买了个小铺，有几十万。后期我卖翻出去，过了十几年，1800多万，真人真事吓、啊。我成日都以此为荣嘅。OK， 而家系2000多万呢间铺，好细间嘅啫，得50尺，糊片，糊片嘅吓、啊。所以咧，商铺啲嘢你旺咗之后咧。即係我成日講，你唔俾人入嚟都唔得啊！他連杯其他煎奶，他都有泡煎奶啊！所以咧，早期一定有嗰個捱嘅時候啊，度過呢段時間，好嘛？咁咧就嗱，好難得嗱，我嘅時間已經差唔多啦。最後一個問題。哦，好啊。啊，如果咧有租客拖租嘅話，招商會幫手。不会，因为我们在招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撤场了。我们只对客户进行一次服务性的招商。对。不以我經驗咧，無論你住宅又好，公寓又好，甚至乎商鋪都好，有拖租呢啲現象啦，好多人都擔心嘅。大陸買樓啊，會唔會嗰啲客，即係唔好話商鋪啊，你住你買樓租出去，你都會驚佢唔交租，係咪？以前咧，我哋好多香港人都好擔心。以前確實咧，十幾20年就係好多租霸嘅內地，係嘛？即係我唔交租，你又冇我付啊，咁你又唔熟。而家冇噶啦，近呢10年都冇，因為知點解？而家個管理處咧係好惡嘅，即係管理處攞曬個責任。因為管理處咧，如果嗰個鋪或者嗰個住宅咧，如果佢今日唔知啱喉嚨好多痰，咁咧就係會睇住你個租客嘅。OK， 咁所以我成日講嘅，如果大家嚟內地買物業咧，你慢慢係租出咧，你一定對你個管理處咧好啲啊，即係中秋節整個整盒月餅俾佢。而且一般像現在在大陸的話，這種商家其實挺少的，因為業主會採取斷電啊，像這種方式，就沒有辦法去開。你講得啱啦。對，而且如果一旦打官司的話呢，可能是要敗訴的，租户是要敗訴的。所以呢，現在我反正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這種，很少有這種。啊，一來啦，二來咧就其實而家佢哋管理處頭先阿陳總講啱啦，即係我以前我有啲唔交咗就同管理處講得噶啦。咁啊，佢啊停佢電啊，停佢水啊，甚至乎佢攞個電飯煲出嚟咧，都唔俾佢攞嘅。佢話你冇業主個法條啊，即係唔俾佢攞嘢出嚟。因為你一眾人講喂，我呢個租客咧有一個月冇交租咯，你幫我睇住下。咁知道之後咧，佢要幫你做一個管理嘅啦嚇。咁咧就同埋咧嗱，內地又唔同香港嗱，呢個我都唔知係優點定缺點啦。嗱，香港咧可能你簽張租約咧，即係我哋香港咁噶。譬如你簽咗3年租約，因為通常簽3年租約香港咧就要簽埋私人擔保嘅。咁之後咧，就算我租咗一年。我生意不好咧，我都要交曬3年租金噶。如果唔係就可以告到我破產噶。因為我以前我係專做鋪嘅，我知嘅，咁都幾嚴同埋幾慘嘅。即係如果生意不好的話，咁但係內地咧通常就扣押金嘅啫。OK， 就冇話好似香港咁有報告地，因為同內地咧簽租嘢就冇話簽埋私人擔保呢樣嘢嚇。咁有好有唔好咯。好嘅地方就係如果真係經營得唔好，
我諗佢都會開心嘅，同你講喂，我生意真係麻麻，或者佢呢個行業，或者佢嗰、那個即係喺呢個位置可能未必啱佢，咁佢都會同你傾，早啲去離開，佢就唔會話拖住個租金唔俾你，因為反而香港呢個情況就反而我會拖你，因為點解我走唔甩啊嘛，咁我咪拖就拖咯，拖到即係講難聽啲，大家攬住啦。但係喺內地反而會早啲去，即係大家去傾好佢。即係究竟我係繼續啊，定唔繼續啦？咁啊因為我都有喺內地都有啲鋪係做收租。咁通常咧，你有幾個方法嘅啫。一個方法就係、是，你如果見呢間鋪係好，個老闆都係好，而可能因為早期個生意冇啊，咁真係咧減啲租金俾佢啦，係咪？等佢即係支持佢經營落去啦。但係你覺得佢個租客真係可能啲產品各方面都係麻麻啦，咁你咪同佢開心離開咯，係嘛？啊，扣咗押金又好，乜都好啦。咁啊，你早啲，不如咁啊，早啲話俾我聽，咁我早啲揾你個租客。咁你離開嘅時候，我另外一個租客嚟啦。OK。很多香港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内地这边的一个租赁的市场。我给大家说一下，一般我们为什么要押二付一？押两个月的租金，如果他也不付的话呢，您就可以没收他的没收押金。对，押金，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允许租户去转租。对，因为您不在这里啊，这个哎呀，允许转租。比如说您签了三年的合同，有一些商家不是每一个都做得很好的，他做了一年，他说我想转掉，你允许他租，但是一定要告知您，就是我同意您转租，但是你必须要告知我。等你找到新的商家了之后，这个时间就刚好可以接上了。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像我自己在广州是有买商铺的，因为去年疫情嘛，生意都不太好，我们的一些业主的话呢，就会联合起来就是给客户减免租金。当时我们是减了两个月，就不多，减两个月的租金，就是主动给他减，说哎呀，现在疫情不太好，我给你减两个月。其实减两个月其实是不够的，但是的话呢，你会让租户觉得很暖心。所以的话呢，香港的朋友，我们有接触到一些香港的业主，可能我们有一些招商已经在接洽了嘛，然后就可能对这个转租比较排斥，其实没有关系的，转租的话对您是没有影响。比如说您租三年，他只做一年，后面两年他只要找到新的租户了，达到您的条件，您是可以直接换一个合同的。但是有一些商家的话呢，他可能会去收一些顶手费，就是关于这个商铺的，比如说他装修了嘛，装了30万，所以他会主动找人来接的。哎，对对对，所以的话，只要他能够找得到租户，您只要给他租就行了，他会把您的这个时间给接上的。我补充一下，陈总讲得啱嘅。第一，因為咧，其實內地就唔同香港，因為內地個租金點講咧都叫比較平，咁咧所以大家產生嘅糾紛就冇咁激烈嚇。因為香港你一間鋪十萬八萬，哇！你叫我俾多一個月租金，我冇生意，佢真係同你即係真係俾唔到你啊嘛。但係內地始終個租金都唔係咁高嚇，咁所以大家咧就好容易協商到咧。第一，第二頭先陳總提咗一樣嘢好啱嘅，就話內地好興啊，間鋪我唔做咧。我揾到下一個租客咧，我係可以收一啲頂手費嘅，咁變咗佢個損失就冇咁大。咁個好處就係佢會幫你揾埋個租客，因為佢都唔想全部損失曬嘛。其實如果有啲啊，我記得以前我有啲鋪頭都係嘅，佢裝修好曬，跟住佢唔做咧，佢就咁走咧，我其實我好開心嘅，因為佢個裝修留低咗嘛。咁我下一次我再租俾我下咧，我可以收頂手費嘅，都唔係壞事嚟嘅。所以咧都係嗰句。只要早期你招商嘅時候咧，寧願平啲，揾啲好啲嘅商家，佢肯抌多啲錢做裝修。其實咧，你又唔係好擔心之後咧，究竟佢繼續做啊，或者你轉個客做咧，都容易嘅。好似好多餐飲都係啊，餐飲我見譬如做咗兩年，跟住我見第二個牌子喎，但係佢基本好多裝修廚房都一樣，可能啲招牌啊或者啲裝飾佢換咗嘅啫，就其實都幾環保嘅，我覺得。對，而且他轉租的話有個好處，就是他帶來的租户您是不用再給到就是租賃費的，因為以後等我們招商不在這邊，我們只有一次的這個免費的這種服務，後期您如果要租的話，可能就要依靠一些中介機構。中介啦，係咯。對，經紀人去做這個，就要給一個月的租金的費用。啊！不過到時我哋 V 家去做嘅，你放心。我 V 家喺肇慶已經有公司喺度啊。呢個招租啊，呢啲咧，嗱而家肯定可以做啦，係嘛？遲啲啊，我希望大家都幫襯我哋啊，因為呢啲都係生意嚟噶嘛。不過我哋就真係要收佣金噶啦，講明先。好嘛，好嘅，咁啊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啊，咁啊好多謝陳總啊，真係同我哋咁夜啊10点几钟嚇。咁咧就咁啊今日咧就好肯定大家已經了解曬成個情況啦。嗱，我今次嚟肇慶咧，一年三場。的直播咁啊，基本咧將我比較喜歡嘅項目都介紹俾大家啦嚇，咁咧就咁啊，下一次幾時再嚟肇慶做直播咧，真係唔知幾時噶啦 ，OK 咁啊，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咁啊今日開心啊，因為我睇到咧一年幾場咧都有幾百人睇緊嘅 ，OK 咁咧就好多謝大家捧場，咁啊呢三個項目。
大家我都係爭取咗咧，今日同埋聽日咧，係我哋 V 家咧係首先將啲貨推埋嘅。咁大家如果啱嘅咧，就盡快去買。OK， 咁因為下個禮拜咧，呢三個項目嘅貨咧，基本都我都會即係唔會阻住人哋發達啊嘛，係嘛？都會俾翻陳總賣翻俾本地嘅，俾翻啲本地嘅客啊，本地嘅市場係嘛？咁咧就所以咧，大家咧呢、這個我哋 V 家觀眾咧係最優先嘅，大家咧就把握呢個機會咯嘛。OK， 多謝陳總你，記住哦，你答應我帶我去啊 KTV 啊，我同埋約埋一齊去滑雪，到時咧。我如果能夠去到啲陳總嘅商家嗰度咧，我都會拍啲片俾大家睇下㗎，等大家了解多啲啊！陳總揾翻嚟商家幾咁犀利㗎，好嘛 ？OK， 唔該曬陳總你，拜拜。拜拜。